林嘉恩，已经一点半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啊？我 call 你也不回，发生什么事了吗？啊，陈慧欢先走了。我们找一间旅馆睡一下。今天晚上你打算跟刘成何去了呀？在爱情的世界里面，不能够只有欲望，更重要的是，全人打。对我怎么样了？傻瓜，想太多了。你们是分开睡还是一起睡？一起睡。刚刚接到律师考试合格的通知，想第一个告诉你。你考上了，恭喜你，恭喜你！真的考验接下来的开始。喜欢你啊，当然要到底喜欢什么？怎么样，好喝吗？还不错。还不错就多喝一点喽。夜景一定更美。再来一杯。这么快？好，等我一下。你哦，少拿那种花花公子的招数来对我。我哪是什么花花公子啊？你就是天秤座99%都不会拒绝女生，你不是花花公子，那是什么？天秤座的不会拒绝，那是一种温柔与尊重。但是，真正的感情
只会放在一个人身上。要不然我发誓嘛，如果我不是想要认真跟你谈恋爱，那我年纪轻轻，然后就分叉，好嘛？那换一个，如果我对你不专心、不专一，我以后打的所有官司、委托人，全部都坐牢。哪有人发誓倒霉的都是别人？好了，不跟你闹，我东西给你。后天就是我们交往60天，我想约你去看海。这是你自己做的卡片？嗯，我亲手做的，独一无二，才能代表我对你的心意呢。我不知道你是会自己做卡片的那种人，我还以为你只会花钱买精品卡片。你从来就不知道我是哪种人。喂，看卡片啦，弄我。后天下午5点，一起去淡水看海。听说情侣一起去淡水看海，可以帮爱情加温哦。那我们穿情侣装去。杂志有个七夕情侣特辑，我们可以拍照投稿。嗯，好啊，来喝酒。嗯，谢谢。坐啊。哎，你知道吗？我这卡片做超久了。好啦，看得出来了。办，找了好几间店，都说泡水太严重，不能收。既然坏了，我们再买一台新的就好了。可是，一台不便宜啊，而且这台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我第一次寻宝得到的宝藏。也因为它，我才能得到一整个学期的幸运啊。钩机坏了，可是号码没有变了，我一样可以透过这个号码找到你啊。就像人的外表一样，都会变，但对我来说，你就是你。那如果有一天我变了，外表变了，内在也变了呢？我觉得，人不管怎么改变，有一部分的你是不会变的。去买一台二手的。嗯，那这台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留着。留着。哎，明明卖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滞销啊？那怎么办啊，大哥？一失足成千古恨哦。没关系啊，网络不行，我们就回归传统。我把白雪的文案印成传单，你们帮我发。嗯。Jacky。不要以为你刚在实验室，我不知道。不舒服。好了，不然这样，以后只要卖出一次电子机，我就让你们抽30块。Yes， 大哥，下星期我就要去竹科打工了，没有差这30块啦。对啊，我再要去牧场实习，而且青春可是有限的。上次我干妹妹就说过，你也没在听，电子机早就过气退流行了啦。而且她说的是真的，我送给她，她还真的不要哎。你说缺西啊？嗯，她不懂。钢铁男，钢铁男的义气到哪里去了？就是够义气才不想看你沉沦下去，够朋友才叫你趁早收手。你看那边的货，还拿去退给厂商啊？厂商怎么会让我退？
我现在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在暑假之前把钱还给我妈，不要让我爸看衰。哎，你们爸，嘉恩，哎，你看，连嘉恩都好像也不理你了。你们不要乱说。哎，不要走嘛，快点啊，帮我想啦。小文，哎，今天早上有留言给你，哎，谁啊？好像一个叫做日奇的吧。日奇。嗯。那他有说什么吗？他说他要去一个地方，哎，可我忘记，哎。阿莫，你再想一下啦。我想一下。同学，请问丁小薇在吗？丁小薇她调校班嘞。那可以请你帮我转交这个礼物给她吗？我是她朋友，我叫日奇。日奇？嗯。你就记几月几号的日期就好了，因为我明天就要去荷兰展了，所以。不，稍等一下。你好，他也是。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谢谢。哎，不好意思，你刚刚说去荷兰，然后嘞？哦，因为我之后可能比较少时间可以来找他，所以麻烦你帮我转交这礼物给他，然后跟他说，请他不要再生我的气了。荷兰？对了，就是荷兰啊。他说他之后比较没办法陪你，这给你的。然后他要你不要那么生气。我说走就走啦。你还好吗？他是你的谁啊？没有啦，只是他都要走了，居然没有见面说声再见，有点难过。你怎么来了？你还在就好。我还在，我为什么会不在？我有准备很多东西要给你，我怕你已经上飞机了。我没有上飞机啊。你不是要去荷兰了吗？我怕你走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带这些东西给你。哦，还有里面那幅画，因为我不知道送什么给你，所以就画了这个。还有上次喂鱼那次，我没有很生气啦。那
东西。你不要误会哦，我是因为担心你，也觉得应该好好跟你道别。反正你不要误会哦。我不知道我可以误会什么，但是你可能误会了。你也太可爱了吧！我是说，我要去荷兰展实习，所以你不会看不到我，只是我不能常去找你聊天散步。荷兰展？所以你没有出国啊？没有。毛真的很乌龙哎，我是怕你会觉得我冷淡了，所以才会特意找你。我为什么要觉得你冷淡？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讲错什么了吗？没有啦，只是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有点烦。所以我要出国了，所以才……没事了，没事了，你哪里都没有去啊。知道了，时间还没到啊，这么急啊？完美。阿庆，小兔。怎么了？不是，你别哭啊，你有什么话好好讲。小姐，小姐一个人吗？怎么了？心情不好，一个人看海？那我不打扰你了，那我们可以留个联络方式吗？我们改天的时候再约。4983976。好，谢谢谢谢。等我电话哦。同学，高宇嘞，来看夕阳啊。你一个人吗？哎，我觉得我们蛮有缘的，不然我把雨伞留给你，你把你电话留给我好不好？好啦，留一下嘛。29464711。29464711。好，伞给你。等我打给你啊。小兔，你哭很久了，
说个话吧。我还有事，你要不要说啊？你讲啊！你这好朋友，他劈腿脚踏两条船呢、啊。你说阿虎？对啊，而且我还在他的空间上看到好多不明来电，还有很多520-1314的讯息。那不是我打的，那会是谁啊？可是阿虎不像这种人啊，会不会什么误会啊？不会，因为我还有回电，是个女生接的。就是那个女生说，她才是阿虎的正牌女友，我是第三者。哇，这严重了。可是我赶时间，这件事情回头再帮你处理好不好？阿晴，我可以拜托你，你帮我打给他，帮我打给他，因为我打给他都不接，你帮我打给他，叫他出来说清楚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好好。我会找时间联络他。不要不要，现在拜托。现在不行啊，我不管了。阿晴，好好好，我打好不好？你冷静。谁冷静得了？冷静了才能解决事情啊。打电话。好，我打。走。点啊！哎，小姐。天都快黑了，哎，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要不要我陪你？走开！可是你一个人在这。走开！麻烦洗洗我，先生。从6月开始，已经全国同步实施骑机车安全帽措施。你没戴安全帽，罚500。不好意思啊，我赶时间。赶时间也要注意安全啊，交行道。瘸子也要。你还在就好。你迟到了3小时，你最好有非常完美的理由。有，我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你的学姐小兔，她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的好兄弟阿虎，他脚踏两条船。所以嘞，我就需要在这里干等吗？不是啊，我正要出门的时候，他就杀到家里来，抓着我哭了超久，还要我直接打电话给阿虎跟他对质。哎，我根本走不掉啊。
是啦，这是小兔印上去的。我不是跟你说他抓走不放吗？我最讨厌说谎的男生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了，是小兔，不信你去问他。你太令我失望了，连最基本的敢做敢当都做不到。我看你根本就是跟别的女生约会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啊？你要我相信你什么？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Tracy， 你现在走我们就完了。要是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不相信，我真的看不出来交往60天有什么好庆祝的。现在是换你凶我吗？对，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各过各。果然没有办法和女生交往超过两个月，所以现在是要分手了吗？我会在我们交往100天的时候跟你分手。Tracy， 我觉得100天不够，再加30天。你不回答就是答应哦。随便你啊。老林跟阿辉啦，阮两个人先回来。来，怎样啦？啊，灌点水来。好。啊，大人无在，恁这囡仔发生什么代志啊？无啊？有，发生了一件大事。啊？林佳恩，你唔要啦呢？到底发生啥物大代志？人为你讲。叔叔，这件大事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林佳恩这么乖过。怎么在你讲啥呢？根本从来没有，根本是大事。家安一向都很乖啦，会出事的是你呀、啊。我哪有出事啊？我还解决了一个麻烦。你本身就是一个麻烦。爸，这里是3万块，我要还妈的。
我把电子机都卖完了。你这个跟谁借的？我就说我自己赚的嘛，你又不相信。我不相信的。不然你现在去房间查，找到一只鸡我随便你。真的哦？我来看看。你真的都卖光了？真的啊，不然你跟我爸上去看。我也来检查检查。那位啊，您爸头壳袂歹啦，介绍乌人，连咪你都变淡的。来来啊，先，先别。人讲哦，生理囝恶生啦，啊你那咧找懵谈哦，啊生理懵，啊确定。阿威，请问你们那里有一位林嘉恩小姐吗？有啊有，怎么样呀？我们这里是瑞芳皇朝旅馆，林小姐在我们这里住宿，丢了一本笔记本，里面有她的证件和资料哦。请他有空过来拿。哦，哦，谢谢。林嘉恩，干嘛？这回真的很厉害，全部都卖完了。真的吗？你嘛好厉害呢，你无看我的结婚手呀？怎么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有去瑞芳旅馆住宿？跟谁？我去瑞芳。空啊！叔叔，那天是我们寻宝社去九份出游啦，大家都住在旅馆里面。林家的个性忘东忘西的，把东西放在那里了。干嘛呢？对啊，我在找时间跟林家去拿，我还好有捡到，不然那个证件重办就麻烦了。杨磊啊，你就是安尼啦，咬得肉啦，物件摕到倒位，落到倒位，啊，这个个性看不甲同时啊，才会改。林家恩，你知道说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害得我跟你一起说谎。欠我的哦。来了，年底了。好。林嘉恩，不然等一下我们来打扑克牌好了吗？不想。不想哦。好啊，玩一下好了。你等我，我喝完茶就上来。哦，你泡的茶好好喝哦。提供。十一、十二、十三、一，耶！哦，继续，你先。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一，哎！哦，怎么每次我输啊？像我们这样打赌，输的人要帮赢的人按摩十分钟，不就按到手都断掉，你还按不完？不玩了。谁叫你从小就慢半拍？林嘉恩，你已经输十盘了。如果你现在不玩，你现在不凹，你就开始按摩一百分钟。一百分钟很久，不要啦。欸，你不要现在就认输嘛。林嘉恩，我告诉你，我最近啊做电子机生意悟到了一些道理，重点是不在乎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把钱去赚更多的钱，这叫做聚沙成塔，所以愿赌服输。聚沙成塔，所以愿赌服输。你讲话有没有逻辑呀？牛头不对马嘴的。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卖光的？你想知道？不告诉你。说嘛，说嘛，说嘛，哎呦，哎呦，林嘉恩，交了男朋友这么会撒娇。好了，我跟你说了，其实我是贱价买的，所以一下就卖光。贱价？嗯。多贱价？你要知道多贱吗？你再撒娇一下，我就告诉你。不说就算了。哎，好了，不然我们继续啦。这一次，我玩你一秒出手，让你有翻盘的机会，怎么样？
你说的哦。嗯。好。来，先来。你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秒。哦，不要输了啦！这次真的不玩了啦。除非你让我两秒。两秒钟。说的哦，如果输就要开始按摩了，开始，来，先吗？你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一、二、三，一秒，两秒。超过300分钟了，好了，今天够了啦，你先帮我按半个小时就好了，其他剩下的之后再算哈。哪有这种赢了就要收摊啊，我要上诉，再来再来再来。不要，我不要玩的啦，不要玩，那我要把它收。那我这样子，不能。老川，你来啦，你怎么会来？对啊，你怎么会来？我刚才打电话来是家人爸爸接的。他问起那天大家去瑞芳住旅馆的事，我担心你就跑来了。你在干嘛？我在跟仁伟打牌啊。我们打赌输的要帮赢的按摩。我输的好惨哦，已经要按3个小时了。你要不要玩？帮我报仇。好，可以啊。但是刚才战绩的照算。发牌吧。你想玩什么？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心脏病跟排气。那进去吧。好。3张5。加一张。加一张。再加3张。吹牛。哎。刚刚怎么可能是 K？ 这不是 K， 抓！啊！赢了，赢了耶！2张7，抓！耶！又赢了！哈哈哈哈！鸡皮鸡皮鸡皮！李廷嘉，你也吹牛嘛？你没抓我啊？啊！继续，快点快点！加1张1，你怎么可能还有一抓？赢了，刘总你好厉害哦，超厉害的，赢了，哈哈，你输了，哈哈哈。哎，郑伟，耶！刘川赢了。郑伟，你要被追上哦，不要输喽！哎，之前听你说你不追白雪学姐了，还说有喜欢的人，到底是谁啊？
哎，你不知道啊？快点，快点出牌，多少？两张七。两七哦，加两张。两张七。哎，七耶，七耶，抓！耶，刘畅好厉害哦！你输惨了你。多少？噔噔，21-2-22。这样力道还可以吗？还满意吗？满意。要大力一点或小力一点，要跟我说哦。是要按多久啊？我才按不到五分钟哎。也按太久了。我输这么多，算一算也要按三小时。算了，剩下的别用了。不行，愿赌服输啊。还是我按的不舒服？不会，很舒服。哦、啊！哎、欸，阿舅放在上。按摩啊。那奇怪，你对我哪无遐友好啊？没有啦，刚玩扑克牌打赌，赌说输的人要帮赢的人按摩啊，我输了，他赢了。好啦，不然我等一下来帮你按摩啊。妹，我无遐好命，啊老卡咧无用，你来斗三工。好啦。我不打扰了，那我先走了。好，这么晚了，小心啊。好，晚安。嗯，啊，这青鸭长，你搁到走去那房间创啥啦？哦，吴兴伟房间。哦。什么少年都唔知你变啥棒？那个。大哥。我还欠你两个小时又55分钟的按摩。我可以换成牵手吗？啊。好了，那不叫你帮忙，赶快进去。那你到家call我。好，好嘞。晚安。拜拜。有老二 ，double 12-16，哎，哦，又是我牌怎么那么烂呢、啊？其实这一把应该你赢的，其实你刚才 K 胡出的太早，还压人家的四胡，等人家出大牌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出手。牌品跟人品一样啊，太冲动了。乱讲什么？什么太冲动？快点发牌，再一局。哎，要玩多久啊？你是一定要玩到你赢为止。对嘛，暑假难得休息，想说来这边跟大家聚聚，结果是来陪你练牌。应该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吧？有了！你知道我之前找到什么吗？功德理会。我整个暑假都在牧场挤牛奶，现在看到任何动物的胸部都想吐。没关系，那这个你一定还有兴趣。
林正英的僵尸系列大补帖。不想看啦，我之前港片研究社社长毕业之后，香港又回归啦，现在被华人文化研究社合并，看到港片就伤心。好了啦，不要聊天了，快点快点翻牌翻牌。哎，可是真的很无聊啊。无聊无聊，我们就边打边聊天嘛。现在谁赢？我们三个都输啊，这里算赢。你的负140，哇！好，梅花山，梅花山在哪里？刘川，你连打牌心思都这么细腻，各方面又这么厉害，又第一名，你人生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糗事啊？很多啊。是吗？我，对不起啊！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在笑什么？是什么事啦？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走进女厕。啊？就这样啊？你大一走进女厕，这一个走到大三呢？他刚刚才从女厕走出来。吃冰啊！不要玩了。社霸没人气，应该热死了吧？来，谢谢。哎，林佳恩，我的。你拿。重色轻友哎。拿。谢谢。给你。有没有看到？这才叫朋友。队长，你已经心甘情愿跟白雪子当朋友了。你懂什么？去你的女厕吃你的冰的。你最近实习怎么样？累死了，暑假每天都在实习，真羡慕你们大一新生无忧无虑的。每天都要实习啊？嗯。老实说，实习真的蛮累的，但我觉得辛苦很值得哎。我现在对未来好期待哦，而且我最近在电影公司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一想到要马上出国参加威尼斯影展，可以近距离见到北野武，我就超兴奋的。真的是见世面哎，学校外面的世界一定很不一样吧？嗯。有没有看到实习的多充实？可以近距离接触北野武哎，你可以零距离的跟乳牛相处，还不满足？学学人家。日期、他同时 call 我们，为什么啊？应该是画的鉴定有消息了。97211P197418V1975。没想到谜题竟然藏在画的边框里。90122I。谜题也太难了吧。92119。就算字有数字，又有字母，但是看不出规则。可是写在画的边缘，它一定代表什么？如果只把字母凑在一起呢？O P V R I J H E I D。Op Verha。这也不是英文啊。我爷爷留给我的项链设计走廊上面有一样的字，不过是倒过来的，说不定就在指这幅相反的画。我们之前有查过这个单字，是通往自由的意思。通往自由？哦，弄了半天结果是自由。自由值钱吗？对啊，宝藏应该是金银珠宝，至少也是黄金12000之类的哈。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啊，我知道了，宝藏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钱，因为只有钱可以让人不用工作，咱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啦。钱不代表全部的自由，像我爸，钱多到花不完，思想还不是一样八股，一点都不自由。那大哥，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一定没有自由恋爱，所以宝藏一定是某个不能曝光的定情物，像是项链或戒指。刘川，你爷爷那时候有没有无法忘怀的女孩子？我想刘川的爷爷这么用心藏在画里的宝藏，应该不会是我们一般所想到的实际的东西，也许是一段故事，要告诉我们自由的意义。可是要怎么样从一幅画里面得知一段故事？啊，刘川，这个宝藏是不是代表爷爷对你未来的期望啊？我的未来？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他毕业后当然出国留学啊。你要出国留学？嗯，一直有这个计划。这样将来一定会舍不得啊。哎呦，舍不得什么？佳恩现在才大二，然后男生毕业之后都蛮要去当兵，女生在那时候十之八九都会兵变。在说什么啊？啊，好啦，就算你不兵变，刘川退伍之后出国读书，距离就会是问题啦。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然后交新的朋友，很容易就移情别恋啊，也没有这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像我表哥跟他交往六年的女朋友，出国读书才两个月就分手了。我来算算看哦，当兵两年，然后出国读书两年，佳恩二十四岁，刘川二十六岁，哎，以后的事谁会知道？哎，总之啊，你现在不用担心了。哎，你叫他不要担心，但你刚刚讲的话全都是让他担心的啊。不是啊，那我才不会变心啊，也不是舍不得，只是之前没有想那么多。每个人都害怕会消失在即将成为遗失的角落，我伸出双手渲染了天空，有什么结果？这些数字都有对应的书号，可能要一本一本找。辛苦了。出国念书吗？嗯，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分数应该是可以念台大的，但我还是坚持要念成东，就让我父亲做了一个协议，就是拿大学四年的自由换取毕业后国外学历，所以之后应该就会将协议去德国念法律。答应你爸的协议也不能反悔。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没办法走过这几年的考验？当然不会啊，只是看到你对未来有这么清楚的规划，觉得羡慕而已。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假大家都去实习了，我原本还只想着跟你到处去玩，觉得落后你好多。你才刚升大二，慢慢来嘛。你可以想一下，平常对哪些事情特别有兴趣。没有什么特别。或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忘记时间，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忘记时间，那还蛮常发生的啊。送红茶的时候，常常不小心跟客人聊太久，这算吗？还有吗？上次设计寻宝活动的时候，做完才发现天已经亮了。还有跟你讲电话的时候，常常都是被我爸念了，才发现已经讲超过半小时。你是不是真的担心未来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兵一定要当，也一定要出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我相信你。就相信我们，只要有心，距离绝对不是问题。我们要可以每天上 BBS 聊天啊，写信啊，在各自的努力上面打拼。这些数字可能代表的是日期，我去看看以前的旧报纸。屁呀，林佳恩！问你哦，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我对未来的规划，就是大家好，董事长。嗨，这是新沏的茶。Thank you， 白秘书。不客气，应该的。千金到了，爸比，宝贝 ，no， 哇，好乖哦！两个宝贝吵着要找爸比，佳恩，辛苦你了。今天有麻油煎蛋呢。哇，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林佳恩，我爱你。你在想什么啊？一直的，这么陶醉。我已经看到我未来的蓝图了，我未来一定是一个大老板，坐着黑头车去上班，有司机帮我开门，一走进拉比，列队的员工欢迎我，
走进了办公室，还有美丽的秘书端上刚帮我沏好的热茶。正当我俯瞰我的产业帝国，我两个可爱的小孩跑向我，芭比。最开心的是，我美丽的老婆翩然现身的向我走过来，对我说：“孩子们，吵得着吧？啊，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太幸福了！我在讲我的未来，你叹什么气呀？你的未来是很美好啊。如果一对情侣对未来的规划不同，一个要出国，一个想留下来，怎么办？你是在说你跟刘川吧？林佳恩，你跟刘川才在一起没多久，你有没有想过，刘川要当兵，要留学，至少四五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谁知道？何必呢？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教你怎么样做，但如果是我，第一，我不会傻傻的等，天真的以为等到后面会有什么好结果；第二，我不会委曲求全。郑仁伟。你在说什么啊？我在开导他。学姐，你怎么来了？哦，我今天在你房间呢，看到我学姐之前给我的留学资料，想说拿来给你看看。谢谢。你们刚刚是在讨论刘川如果之后出国了，你要怎么办的事情吗？那你当初为什么想念汪文琪啊？我只是单纯的对英文有兴趣。我原本也是这么想，但这个暑假我去实习之后啊，才发现语言能力只是一种工具而已，能和不同国家的人沟通，让自己的视野更广阔，才是念外文系带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啊。所以都念了外文系了，不出去走走看看真的很可惜耶。就算不是为了流川，你也可以出去看看啊。可是我不能跟我爸妈拿那么多钱啊。不用担心啦，有公费留考啊。重点是你要先确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再来一一克服接下来的阻碍，知道吗？白雪，佳恩才升大二，现在讲这会不会太早了？他还有很多大学生活要去体验。刘川要当兵，要留学，至少四五年。四五年过后，谁能够保证会发生什么事？哎，郑仁伟，你不要打扰佳恩思考他自己的未来好不好？这是影响他人生的大事哎。学姐，谢谢你特地拿这些资料来给我，我会好好想清楚。佳恩，谢谢你哦，还陪我来打工。不会啦，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啊。暑假大家都跑去实习打工了，我一个人还挺无聊。下午茶时间。你怎么会来？我来探班啊。你不是要实习吗？嗯，我每天工作就是和别人轮流看手一幅画，现在轮到我休息。好奇妙的工作哦。嗯，你每天就只看这一幅画，不会很无聊吗？不会啊，每天心情不一样，看的感受就不一样，而且看展览的人形形色色，在旁边观察他们很有趣。但是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哎，应该学不到什么东西吧？
而且对未来的生涯规划也没有累积啊。哦，没有啦。哎呦，像我这样在这边送饮料、整理漫画，更学不到东西。不会啊，你这么喜欢画漫画，在这里打工可以一直看漫画，不是很好吗？嗯。十字桌，我来送。好。嗯，撑着吃吧。谢谢。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哦，不用了啦，没事了。我问你哦，你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啊？骑脚踏车环岛。我是说工作啦。没想过哎，但是一定要先骑脚踏车环岛。这样不就比同届毕业生还要晚找工作吗？没关系吧，因为之后如果开始工作，就会停不下来，一直被工作绑死，所以一定要先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别人晚投入就业市场，这样好吗？而且出社会之后就没那么简单了吧？也不能像学生时候那么天真啦。你当初也觉得卖画赚钱是一件很天真的事，可是现在你也靠卖画得到一笔收入。很多梦想其实都是从一个天真的想法开始。我认为，只要过好每个现在，未来该发生的就会自己发生。未来才不会自己发生，你没看过报道吗？球员就是每天努力在打球，作家就是每天努力写作，房地产经理就是每天努力在看房子，即便是明星，他们也是每天努力在减肥啊。一件喜欢做的小事，只要一直一直努力做下去，将来才会有机会因为累积而慢慢变成一件大事啊。画画也是一样，你的未来也是。想不到你有这么严肃的一面。我很严肃吗？不好意思哦。我好像太凶了，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说的话，我一定会放在心上。而且你说的很有道理。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又不是你女朋友。要我来帮忙吗？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好。我没有。应该是公司单位。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aipei Main Station from here? 伊讲啥？他问说怎么样去台北车站？哦，可能话呢，就大阿叔可能爸爸啊，我来啦。好。Taipei Main Station is not far from here. You can turn left at the crossroad and keep going for about 1 kilometer, then you can see it. O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s worried I would miss my train to Taidong. 哦，这个我听伊讲要台东对哇。你还讲我对台东等下尔。My father just came back from Taidong. He said it'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谢谢。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trip. 伊讲啥？他说他很期待这次的旅行。你甲讲去台东哦，一定爱去吃饭了哦，啊浸温泉，啊吃上吃便当。好。My father suggests that you should go to hot spring in 日本。日本。And also try 吃上便当。便当。便当。OK。你做多巴的。Miss me. Okay, thank you. When you come back to Taipei, you're welcome to come to our tea house, 思想起.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Okay, bye. Welcome. Bye bye. Bye bye. 真搞，我早间英语都下下去了。哇，让你读这读了算简单啦。加在你还讲英语，啊，我早我都交出阿多朋友。拜拜。一件喜欢做的小事，只要一直一直努力做下去，将来才会有机会因为累积而变成一件大事啊。
情况。哦，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安怎？什么囝仔带来哦？无啦。啊，无唔着紧行，啊，无这红茶用要变做红茶去啦。好啦，走啦。哦，我完了。我不晓得信用卡循环利率这么夸张，这么恐怖哎！我已经欠银行120,000了，再这样下去，我要跟地下钱庄借钱的啦。将来他们会来讨债，会来追债，会被剁。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不然开学都看不到我了。大哥，我是觉得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啦，就干脆回去跟你妈借钱，拿去还银行的债，这样不是比较实际一点吗？不可能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哎，既然电子机不流行了，我们就进一点流行的东西来卖吧。啊，送你CD随身听，绝对不会太流行啊。不错哎，我还送你高手俄罗斯哎，CD随身听。这么贵，我哪来的钱进那么贵的东西啊？那也没办法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到厂商那边引量自驾，然后再去网络上用预购的方式集结大家来买，等商品集结到一个量之后，再一次出货。这样就可以解决高单价的问题了。嗯，换句话说，队长是准备要买空卖空嘛？空你的头啦！哎，我要宣传，我要打广告，我要集结大家来买，我要跟厂商协议，还要定价，我很辛苦，好不好？还是买空卖空啊？喂，嘉安回来了。哎，嘉安，我跟你说，哎，是不是啊？队长，要接要接。啊，哎，嘉安在忙什么？不过来聊天。学校都有翻译研究所，德国。德国没有公费留学，怎么会这样？李佳安，你在忙什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兴趣，也是擅长的生涯规划。是什么？我想出国留学念口译，但是德国没有公费，只有英国才有。为什么一定要选德国？刘川毕业后要去德国留学啊。英国也很好啊，英国离德国很近耶，走路就可以到。你根本不懂，不要说风凉话。我怎么会不懂？不管是英国还是德国，你不在我身边，我也会难过啊。好了，你不要烦了，我来处理。你要去哪？我警告你不准去找刘川哦，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好了，知道了。犯窃盗罪有下列情形，可以处6年以下、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有一颗黄金呢，可以罚他个500万。基本上，我们还是尊重法律了。不好意思，怎么了？突然来？其实我来的时候也很犹豫，因为有人不想让我来。嘉安呢？怎么了吗？既然你都猜到了，
那我就直说了，林佳恩知道你要出国留学，她这两天一直很烦躁。既然是她男朋友，就应该让她幸福，让她快乐。如果你不能让她幸福，让她快乐，就……你有在听吗？当然。我话就说到这里，接下来你要怎么对佳恩，就看你的心意了。先走了。任威，最后问你一句，既然他叫你别说，你为什么还特地来告诉我？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佳恩不开心的样子。郑任威，我就知道你偷偷摸摸跑出门，一定有鬼。你还说你不喜欢看到我不开心的样子，我告诉你，我现在超不开心的。佳恩，你不用理他说的话。佳恩，我也是为你好，林佳恩。林佳恩，林佳恩，林佳恩，你干嘛这么生气啊？不用管我，我在气我自己。你不管任威说了什么。我以为那天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是啊。你干嘛还这么介意？你不想我出国留学，想我留下。如果是的话，说出来我们都可以讨论。你要一个人闷在心里吧。你要出国是你的自由，我没有要改变什么。想过要隐瞒，我只是还没想到要跟你说。而且就算我说了，那又怎么样？难道我就要逼你跟我一起出国吗？我不要你因为我改变自己的生涯规划。我也不会因为你改变我的生涯规划啊。我想清楚了，我已经不再是两年前那个只会黏着别人不独立的林佳恩。我要考公费留学，我要去英国念口译，这就是我的未来，跟你没有关系。什么叫跟我没有关系？你去你的德国，你不是说我们各自努力吗？我可以很成熟面对这一切，我会独立。你这不叫独立，你叫逞强。对不起。话说得太重了，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是真的独立，不是逞强。我想，我需要早点习惯没有你的生活。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常年在一起比较好。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这样吧。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是沉默让我犯了过敏，懦弱散了眼睛，可是我浓浓鼻音，为什么不留点余地，微笑快要不能呼吸，思念挥之不去的叹息，装没有力气。这一期有一个很好玩的心理测验哦，你们来做做看。如果你要一个人走过一片沙漠，你有一个包包、一只猩猩、一条蛇和一只鸟，你们要怎么安排这些东西？律师是有保密原则的，你在这边看的所有资料都不能泄露出去。我是思想与纵横，我是财富与山峰，通往自由方可开启。会先把蛇放进包包里，然后再把包包背上，把星星抱在怀里，小鸟就让它在天上自由地飞。
系太像，继续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时常默让我犯了过敏，懦弱算了眼睛，可是我浓浓止不去的叹息，伪装没有力气。这样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不言又不语，不理也不应，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我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骗到最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